我哋而家由考试中心出发，打左灯，望清楚右手边冇车，左转。打右灯转右，在必须停的位置望清楚没车，就打右灯出回去南昌街。打右灯靠右线，灯位转右，进入白云街。
沿住弯路慢慢落斜。打左灯转左入南昌街，打左灯靠左，转左入泽安道，翻考试中心。祝你考试成功！